大家好，我是越南腔妮。吃饱饱要干嘛嘞？就是要洗头啊！我跟大家说，台南的美食真的很多没错啦，所以我现在人又在台湾旅游，旅游之际呢，我又来做我另类的台越交流啦。所以呢，我都会在路上物色一些越式洗发，我也希望能够推广一些台湾的一些特色啊，旅游景点啊，让大家能够来玩哦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今天来到的是紫色美人越式洗发 Purple Beauty， 到底有多 Purple， 到底有多 Beauty 呢？赶快跟着我进去看看吧 ，Let's go！ 赶快进去看一下。哇，好奇啊！你好，你好。我要来体验一下。好，我拿鞋子给你。好，谢谢。这边稍坐一下。那我们主要有分套餐跟单点。B 套餐好吸引人哦，什么银珠眼晕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这个很特别，我们是应该说只有我们店有，我们是用银棒会去洗你的上眼皮跟下眼皮。哦，直接把眼皮里面洗干净就对了。对，上下眼皮都会洗。哇，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啊？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全身性的按摩，换地方主要就是它有拔罐、滑罐、刮痧。哦，就是整个身体理疗的那些。对，全部都有。哇，那我今天就选择这个。先生这边请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好。会讲中文哦，应该是越南小姐姐。等一下我跟她聊聊天。欢迎说，大家拜拜。他们这里隐秘性很够哎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。你看她拉起来这样子，哇哦。然后我们要开始了。好。老师，你是越南人吗？对，我是越南人。胡志明市吗？对，鹅捞 ，M 鹅捞 ，M 的 ，M 古鸡，古鸡。哇，它会推开你的肩胛骨哎。大家可以看哦，他们都会隔一层布啊，然后帮你按摩啊，比较不会直接接触到，因为有的人比较敏感嘛，不舒服嘛。这个真的蛮礼貌的哦。你看每一个动作都慢慢的，但是很扎实。想要确实的按摩，享受那个拉筋的，真的可以选他们。老师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要推背。哦，要推背吗？对。啊，你手上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有戴手套，难怪感觉不一样。很卫生呢。
我帮你挂纱哦。哦，有挂纱哦。对。哦，好好好。老师，那刮痧的功效是什么？就血液会流通啊，比较舒服的。哦，好好好，因为我办公太久了，我需要。哎、欸，原来有这个服务哎，很棒哎。温度可以吗？哦，很刚好。他们的椅子啊，躺椅啊，哇，超级舒服，很像沙发，真的。哦，水温可以吗？刚刚好，谢谢。那我现在来帮你修精油，眼睛要闭上，然后跟我来深呼吸一下。哦，真的吗？好。对，谢谢。吐气，再来一次，谢谢。吐气，嗯，老师，我要睡着了，太舒服了，要睡觉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很棒，太舒服了。嗯，它可以吗？可以耶。这是什么？木梳。木梳，我看一下。对。木梳，嗯。舒服啊、哦，都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哇，哎，边热敷眼睛，边洗头，真的好舒服的。而且他们这个整个主打那种很宁静啊，然后就是那种很适合真的好好休息的一个环境，哎、欸，我很喜欢哎、欸。现在来蒸汽头哦，好好，还有蒸汽哦，对，哇，
太舒服了，我认真的，我直接睡着哎。这里的他们的手法跟其他家不太一样哎，困困去啊。这个又是什么？哎，现在我来帮你洗眼睛。洗眼睛了，哦，好期待哦！大家要仔细看哦。眼睛要放松，不要张开哦。好。哦，好特别哦，哎，很痒，然后很舒服，然后第一次被这样洗。哦，是这个哎，哇，喜欢啊，麻麻的啊，舒服。哦，这种我可以吃吗？可以，这么多啊、哦！哎，全部都可以吃。那会不会吃太饱？这里这么好。这个是老板娘，她给我那个葱肉饼。哦，台南人真的也是太热情了吧！等一下我们来访问她一下。哇，那这就是强尼今天在台南的体验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就是很认真在睡觉。那我旁边这一位呢，就是老板娘，是吗？对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贵姓大名？以璇。哦，以璇，陈以璇老板娘。贵店叫什么名字呢？紫色美人，台南文化店。台南文化店，紫色美人，大家可以来捧场。哎。这个美人是指你本人吗？就不敢当。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可以啦。里面呢也有很多漂亮小姐，可是呢他们也具备非常好的技术哦。那老板娘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里创一个月式洗头啊？其实因为我是跳蛮大的工作领域哦、对，因为我本来是
保姆，专业的保姆。是吗？对对对，我因为带小朋友带了10年了。OK。那我每个礼拜其实都会去放松。嗯。对，那一般其实就是洗头啦、SPA 啦、按摩这些，但是朋友推荐我，越是洗头，我也想说尝试看看这样子，觉得很好，对，很舒压，对，我觉得另类。现在的人真的是压力很大。对，所以真的，我不想又去洗头，又去按摩，跑好几个地方。那这个一条龙的服务。对对对，就是因为女生大部分都会觉得说，我今天要去洗头啊，但是我又同时想按摩。对。可是你这里一应俱全就对了。对。而且啊，我跟大家说，我刚刚在这里啊，就是非常有那种隐私啊，然后呢又非常呵护的感觉，而且他们的手法跟一般的真的又不太一样，又多了很多，例如那个洗眼睛，然后呢再加上老板娘刚刚说了，她本来是保姆是吧？对。哦，我真的有觉得我有被呵护到的感觉，你是不是有传授他们的照顾客人的心情、真的真的。而且你们的价格我看过不算贵呢。对对，其实、你这样有赚钱吗？没关系啊，我既然保姆都是那种奉献奉献，是不是少赚一点啦？ 对，所以我们八冲量好不好？大家来这里，来这里再说一次，台南什么店？台南文化店。对，所以呢，来台南要干嘛？吃美食。可是吃完美食，当然也要放松啊，那就选择这一边哦，完全没有问题哦，赞赞的。谢谢老板娘的分享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哦。